上次的故事说到，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，将有一个小 baby 耶稣要诞生在他们的家里，他们就开心地等候这个小 baby 的到来。而玛利亚就如同天使所说的，从圣灵怀了孕，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变得好大又好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突然下令要调查全国百姓的户口。约瑟一家因为这个政策必须返回家乡。